稍微想想。OK， 好，我们唱歌，哎呀呀呀 ，OK。Angela， 我们再等 Angela 一下，好吧？我们这两个真女生下来以后，我是把她当不当孙子孙女婿去看的，我把她当我的 pet， 一个她是我的猫，我家里没有猫，我喜欢猫。他呢，我喜欢那个小黄鸭鸭，他是做我的小黄鸭鸭，是这样的，在养的，从小我们在一起玩，在他们都还骑着我，当我当马给他们，还有就我们一起打球，踢足球，还有就我们呢，还要最喜欢就是多逛公园。公园里面有些这个野兽，有时候搭着，还有，我们这个好坏一样的，他们两个都跟我带的小公园，是吧？到后来，他说去学校公园没意思，因为他长大了，他弟弟可以跟我去，他不太愿意去了，到后来他也大了，也没人去了。不容易啊，你们那个。孙子孙女跟你这么 close， 跟你们这么 close， 真是不简单。开始有一点，我可以讲我亲眼看到的。奶奶每一次我们做完跳完圆局舞，她就去买菜，都是我孙女爱吃的，全部买一大堆就是了。现在买回去给你们。我回家保佑好多东西吃，太多东西吃，真我喜欢吃的，太福气，没有人吃。有的时候我奶奶买的零食，我会带回 San Francisco， 然后我朋友也喜欢的。谢谢。不过以前呢。Ha ha ha!